金门县替代役中心修缮工程完竣，县府参议张瑞新、民政处长蔡西湖九号下午共同前往中心参加揭牌启用仪式。冷气啊，哦对，热水器，哦，都有冰箱啊，都让他们居住的很舒适的，基本的一些配件都有了，所以花了90几万的。主秘刚才有讲，就是说如果条件这么好，将来再拨配。替代役的额度的时候可以有增加，对，因为住宿环境这么好，就是像他是桃园过来的。民政处长蔡西湖表示，过去在金门服役的替代役男都借用举光山庄作为住宿跟办公的场所，但举光山庄年久失修，而且住宿的场域也有漏水之余。现在替代役中心的揭牌，我想可以感受到县长跟处长照顾我们役男的用心。我想从替代役实施到现在，我们金门县级的替代役男总共有3000多人服了替代役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在我们金门县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目前有46位在新门县服替代役男。刚才看到这么心灵这么好的替代役中心，我想为我们役男感到很窝心，也谢谢县政府照顾我们替代役的弟兄，感谢。因为年久失修，而且在那个下雨天里面也会下雨啊，所以县长特别关心，那就重新在这个地方，在一个金氏营区办理拨用，那今天来做一个揭牌的一个活动。抵京视察金门替代役业务的役政署主任秘书李浩生也说，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中心的揭牌仪式。自替代役实施以来，已经有超过3000位的役男在金门服务。即使受到了疫情的影响，金门目前仍有46位替代役男在服务。看到中心这么新颖的设施，他除了替役男感到窝心，也能够深刻感到县府的用心，相信后续一定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役男进驻。